假晓晨 JJ 同拍拖三年嘅力王男友范少王被踢爆已经入纸注册结婚之后，二人随即上载甜蜜婚照，公布喜讯。JJ 正式成为范太，但原来佢两个喺三年嚟曾经历过无数次嘅分手，又复合。JJ 接受传媒访问嗰阵就话，佢同范少王拍拖期间，经常俾人闹系小三，又指佢逼男友同前女友陈少霞断绝关系，最后仲搞到佢屈到患抑郁症，几度尝试自杀，又试过在朋友圈讲埋遗言，好彩成班 friend 即刻冲去找佢咋。JJ 在精神科的医生协助之下，抑郁的情绪已经好了好多啦，仲停咗约半年，计划婚后努力做人，快啲生翻个小力王啊！